这是遍布世界的洪泉，不仅是台湾第一大，更是亚洲数一数二的饮料代工及包材厂，近50个生产基地，飞跃式的进军全球。从1969年创立以来，洪泉持续不断创新成长，拓增产品线。我们每一项创新都是基于客户的需求、市场趋势及创意的完美结合。洪泉从消费者体验出发，协助客户打造安全、方便、新颖、更清凉节约的专利产品，并以多项创新技术进行验证，精准、确实、有效缩短产品开发打样时间，提供各项产品各种规格齐全。透过各项检测与监控，以及完善的品质政策，为食品安全严格把关。精密高效的塑盖生产线，在无尘、恒温恒湿的厂房内快速生产。QR Code 雷射覆码技术，打造一瓶一码身份证。自动化冲压成型技术，做到安全密封的金属盖。多站分工的铝盖生产线，提供各式国际标准规格。柔板标签印刷与精准套色系统，提升标签的成色及品质，并符合 ESG 的环境标准。专业射出以及高速吹屏设备，兼具安全与效率。洪泉不仅垂直整合饮料包材，更提供完整的饮料 OEM、ODM 贴标商品饮料代工解决方案，以遍布各国的生产基地、快速反应的产线配置，做到全方位的品质控管。洪泉公司自创立以来，从饮料代工到包材服务供应，建立一条龙服务，全面提升自动化生产。因应工业 4.0， 洪泉导入智慧金石制造，透过自动化仓储系统进行物料到成品的管理协调，更灵活运用自动化与数位化设备，导入计划生产机制，迅速反映市场需求，提供稳定的产能。正因为客户的信赖，洪泉不断精进，透过厂中厂连线生产、合资等创新商业模式，结合专业的技术团队、高阶弹性的生产配置，遍布多国的合作伙伴。洪泉与客户紧密合作，以协助客户发展作为经营的宗旨。我们在永续议题也投入相当的心力，积极布局绿能，逐步提高再生电力使用占比。废水、能耗、碳排，生产过程全面进行污染管控。更从产品端实践减速包材、轻量化与循环经济。我们只有一个地球，洪泉公司在永续发展的道路上，我们拥抱 ESG， 追求净零转型。洪泉从自身做起，不仅为了世界，更为了每一个人。我们重视工作到生活的平衡，饮食、运动、休憩等各项设施，从职场安全到身心健康，洪泉以包容与友善的工作环境，共同推动社会的包容与多元发展。现在，洪泉已站稳台湾饮料包材龙头地位，更放眼全球。从2003年在大陆建厂开始，以业界顶尖的品质与效率，深获国内外奖项肯定与客户信赖。
更以雄厚的资本优势与精准的市场眼光，快速扩张东南亚市场。重视客户、品质、市场以及人才，这一样的信念带着我们走向全球。近5000名员工，50个生产基地，成就世界的红泉。诚信、创新、品质、服务、积极、负责，秉持着我们的核心价值，以客为尊，放眼全球市场，开创未来新局。善尽企业社会责任，永续经营，以人为本，与环境共生。红泉与客户同行，一起打造更有希望的未来。